喂，你们其他人假装一下嘛，老板很难过。好，谢谢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认识我跟认识我的部落，也要认识一下在台上的跟我一起唱歌的所有的部落的年轻人。来，从最右手边介绍了 ，Glass， 对，大家好，我叫 Glass， 哎，好，韩奈，大家好，我叫韩奈。李信，李信的歌，同意。我是马黑。好的，马耀。哎，你要讲话，很害羞。哎，孙栋。我很开心有他们跟我一起唱歌，要不然我今天就是放卡拉跳舞给大家看。但我觉得唱歌就这样，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，然后。如果你们愿意唱的话，最后一首歌哦，我教你们唱好不好？就跟我一起唱。今天要有一些收获吧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有淋雨而已，内在也要有收获啊。学一下阿美族的领唱答唱哦，来，跟着我一起唱哦。哎呀，哎呀咿呀吼咿哟吼啊，这是我的，不要担心哦，这是我的。啊，你们跟哦部落的弟弟妹妹一起唱。哎呀，哎呀咿呀吼咿哟吼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啊啊！哎呀咿呀吼咿哟吼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嘿呀咿哟吼啊！嘿呀咿哟吼啊！肯定一下我会上吗？瑶，我刚刚忘记漏掉介绍我的乐手，是瑶。啊，你会唱吗？你确定哈？他是我们让他归类一下，假装一下一个晚上的阿美族啊。对，然后我跟世瑶合作，一起做了很多表演，包括这次新专辑也是他帮我编曲的。好，都会唱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你唱得很开心的时候，记得帮那个熟蜜的 Facebook 和 IG 加个赞，对，就还是要宣传一下。然后虽然我很少 po 文啊， po 文的时候又不太会用美机，还是比较喜欢看美机的。我等我最近瘦一点再给你看好了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如果要想要知道我更多的信息的话，可以上网搜寻。我的主语名字 SUMING 偶像 ENTER， 可能会找到，可能也找不到，还是找苏米恩这样。不好笑哦。对啊，真的书上倍书很大很多的，但总之希望大家今天是开心的，然后也学到这首歌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然后再来最后一首歌，华丽，谢谢各位掌声尖尖叫。
虽然我听不懂阿美族话，但我总是觉得很像她唱出，就是大自然那种感觉，就是会有很多画面，而且有一种很纯真对于这个世界的爱的感觉。你没有感受到这种感觉吗？就是一种爱的感觉，我觉得很重要。音乐感染到了，对不对？完全是。那接下来这位歌手呢？哎，好。